出来一波，好不好？晚上好。其实好像才一天不见，怎么感觉很久不见了？都在催我开播，是不是？好像也就才一天没播吧。昨天不是中午还给大家播了一会儿。晚上好，晚上好。来，咱们上上人，打一波上人，家人们，来打一波上人。晚上好，来，咱们打一波上人。喜欢糖糖的咱们扣播一好不好？喜欢糖糖的扣播一，看一下有多少家人是支持糖糖的。喜欢糖糖的扣播一。哇，这么多人啊，谢谢我的家人，谢谢你们，我也好喜欢你们呀。突然表白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好喜欢你们呀，我为什么我说好喜欢你们我脸红了。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来，希望我开心，是不是？我也希望我开心。保暖内衣，我等一下问一下吴总有没有保暖内衣，好吗？离开之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谢谢大家的喜欢，来放个心在想另一个正常的音乐，好不好？能不能不要有人说话的音乐？你们猜我旁边坐的谁？来，大家猜一猜我旁边坐的是谁？你能不能放一个适合女孩子一点的音乐？可以。来，大家猜我旁边坐的是谁？女孩子一点的，欢快一点的音乐就可以了。你放这个音乐就是很适合男孩子出场，不太适合我们女生。赶快换。你说。我看到你们给我点的每一个赞都是在为糖糖加油打气，我看到你们的心意了，现在已经14万了，家人们，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真的很感谢，就是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马上15万了，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真的就是你的这一个小赞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家人们，我们同在，我们同在，真的，你们看到了吗？不是只有你喜欢糖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跟你一起，和你支持同一个人，你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们相信的是很多人跟你一起相信的，看已经18万了，家人们已经18万了，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就是你的选择没有错，相信糖糖，看到没，我数321支持我的家人们一起点赞呢，你可能点了300个赞，但是有很多人跟你是一样的，喜欢糖糖，相信糖糖，然后几分钟的时间点到了20万了，我真的很感动，家人们，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再来一波，再来最后一次，好不好？你自己数着你点了几个赞，家人们，你数着你自己点了几个赞，来，先休息一下，你数着你自己点了几个赞，你看一下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在努力，跟你一起相信糖糖的，好不好？如果相信糖糖的，等一下我数321，咱们10秒钟看一下，你数好你点了多少个赞，等一下我告诉你我们
有多少人跟你一样相信糖糖，好不好？现在我们是23万赞，我数321，你记得数好你自己点了多少个赞，好不好？来，我数3、2、1，开始数好你自己手里的赞。现在是23万，看看有多少人与你同在，好不好？相信糖糖的、喜欢糖糖的、愿意支持糖糖的家人们，把你的赞赞点起来。现在是8:27，我们1分钟的时间，28分的时候我们看结果，好不好？从23万看一下我们能点到多少。现在已经27万了，家人们，10秒的时间已经27万了，已经有3万个赞了。28万了，双倍点赞打开了，家人们快看，双倍点赞别停，我们终于把双倍点赞打开了，30万了，32万了，家人们，33万，34万了，家人们，可以了。糖糖非常感谢你们，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35万，从27万到35万，8万个赞，家人们，你们点了多少个赞？你们点了多少个赞？告诉糖糖，有没有300个？8万个赞，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与你同在吗？和你一样相信支持糖糖。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400个赞，一个人如果是400个赞，刚才有2000个人，对不对？8万个赞，如果每个人点了400个赞的话，刚才有2000个人跟你一样喜欢糖糖，相信糖糖。如果你们一个人点了1000个赞的话，刚才就有800个人跟你一样相信糖糖，喜欢糖糖。所以你相信你的选择，糖糖不会让你失望。因为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相信我，所以你的选择是没错的，好不好？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对，如果是平均每个人点400个赞的话，刚才是有2000个人跟你一起喜欢同一个人。如果是你点了1000个赞的话，刚才就有800个人。对不对？所以说你相信你的眼睛，糖糖不会让你失望，糖糖不会让你失望，好不好？谢谢你们，我感谢刚才给我点赞的每一个家人，你们的每一个赞都点到了我的心里，真的，家人们，你的每一个赞都鼓励了我，让我学会坚强，我真的很感谢大家。阿伟呢，等一下会过来，他说晚上找我有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我的直播间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我，支持我，我想说今天晚上开播，他哪怕等一下来找我，我也先跟大家聊会儿天，咱们说说话，好不好？也听听糖糖这两天到底是怎么想的。首先我想跟我的粉丝、跟我的家人们道歉，因为我前天失态了，确实失态了。我前天晚上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反省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人，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支持我、喜欢我的家人。我的那个行为给所有的家人们丢脸了，我非常非常抱歉，为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真心的想说一声对不起。真的，因为我不希望支持我的家人觉得他们喜欢的一个人是一个内心如此脆弱的人。我跟大家保证，以后糖糖会尽量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直播的时候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会让你们觉得喜欢糖糖然后你们喜欢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弱小的、不够强大的人。
所以说我必须要给我的粉丝们道歉，家人们，以后糖糖不会这样了，我感谢你们的理解，但确实，糖糖失态了，让家人们失望了，我昨天呢也好好的反省了我自己，调整了我自己，所以今天晚上我也想跟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说说我的心里话，好不好？昨天下午有看到我给大家播了一会儿，有看到我直播的家人们，请扣个一，好不好？我看一下有多少人看了我昨天下午的直播的。对，很多人看了我的直播，我想再次跟家人们去，讲一讲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吗？结果了，我就要采取我的行动。我认为我没有错，觉得我没有错的家人们扣个一。首先，这是我对我感情的态度。我不知道我影响到谁了，我说这个话没毛病，所以我不觉得我。